数位表出来了，大家有空看一下吧。哎呀，冤家路窄！哎，果然是出我所料啊！你看，我跟豆芽菜，班长呢？杨露营。 班长，你和杨若琳坐在一起。我看到了。以后你就再也没法帮我补习了。我可以找时间帮你补。嗯。什么时候？课间、放学、假期、周末。真的？看你表现吧。 这怎么还没换座位啊？就要放学了，赶紧把座位换一下啊！还有，班长，真的要诀别了，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好好学习。没了。还有啊，上课少看漫画书。 班长，这些都是我珍藏已久的贴画，你选一张吧。好。嗯。嗯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我就要这个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班长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呀？我用过的笔，你要不要？要。 谢谢班长。